主播叶娜新造型很像的那种，我知道封面我看到了，就是他是不是赤焰礼包？哇，真香！很多人拿这个造型在送头，那当然，这个死亡的音效是怎么样？我先来听一下。哇 ，CD Pro 2。就算是我，来听一下，来听一下。有不太擅长的事情啊。Executed。还行吧，这个音效。这是大家送头的理由吗？我感觉不是哎、欸，只是单纯他们在送哎、欸。这1000块真值得啊？有值得吗？你要不要再想一下？你要不要想一下？一个便当80-100块，好贵。叶娜造型1000，很值得。现在大家都出这套吗？好像有料。看一下我们家牛哥出了什么？鬼之交串。来看一下。怎么能送我造型啊？啊，原来是海牛啊，动力牛子啊。引领成员们，这边先开刷。是我的愿望，也是我应该做的。Nope。啊，没有，没有1000很大刀，我的天，我老天鹅。哇塞，他那个斩杀有料，这也不可能输吧？嘿嘿，小家伙。哎呦，拉兹！哎呀，走位！那我们这走位很有料啊！坚定不移的向我的梦想前进。魔法集合，凯撒降临！啊？他怎么没死？哪里够嘞？刚有可能？不可能啊！回家，没我事，没我事。坐，哎呦！滚！哎，玩错了，等一下啊！不是不是，那个很怪呀、啊，我刚那个这个手感不是尽量碎了吗？我刚那个二技能一技能滑出去，他都没有按到。只按到闪现欸，宝珠啊、哦，好好，我记得了。我等一下，我记得宝珠了。OK OK， 手感来了。这个角色不是有一点久没玩了，你知道吗？回防高定，再来蹲一波。来来来，我跟你讲，这里我们就兵就不吃了，蹲死他。这里我们打一个心理战，什么？他想也没想到，我这家伙连兵都不吃，就是要弄死他。啊！请求集合。喂、哎，尴尬。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哇，我这波闪现好丑啊！丑烂呢！别急，别急。这艾崔斯会来吧？艾崔斯不来的吗？啊，艾崔斯来了，他怎么那么慢？他怎么开大了？那我要杀他！他把招放掉了。引领成员们往更好的方向迈进，是我的天。不是，哎、欸，他是牛护盾。这场，导
胡子。哎呀，没事没事，你看我们这边掩护了这个娜塔雅，一波输出对不对？二换三转。这个角色是可以一技能接闪现吧？一技能伤害刮在队友身上了，对不对？没错吧？没问题。魔龙凯撒觉醒进化。魔龙凯撒觉醒进化，我的叶娜也觉醒进化了。哇塞，对方直接这样走下来，天哪！我杀死他了吧？无论如何，我都会坚定战斗。拉一下，拉一下，我们这边先吃个，先点塔吧，先点塔吧。请求集合。拉兹看起来是要死啊，制裁他。漂亮，这波王者掏出来了，各位，该发起进攻了，各位，这一波狠狠地制裁他们。开砍，好像打得没有很好哎、欸。招散的很快了，但好像没几招中的，怪怪怪怪的。哇塞，他这个蛹好痛哎、欸！那我们这样也要等，也要等十五分钟吗？嗯，这家伙出了什么问题？开杀！三杀！快跑！快跑！快跑！都不会阻挡我向梦想前进的脚步。这边直接果断结束游戏，先来上面清一下兵，没问题，直接进去。怒点击第一波。哎、欸，为什么打我？哎、欸，不是，等一下。是我的愿望，也是我应该做的。等一下，安全安全。哦，吓我一跳。水啦！该来了吗？该来了吗？这个手感，真的，这个。一个便当80-100块，好贵！叶娜造型1000，很值得。我的天，这是大家送头的理由吗？感觉不是哎、欸，只是单纯他们在送哎、欸。我老天鹅，很丑啊！没问题，魔龙凯撒觉醒计划，我的叶娜也觉醒计划了。